诸位同学，请看《菩萨问名品》第二大段，教化甚深。我们把经文呢念一段啊。儿时文殊师利菩萨问财首菩萨言：佛子，一切众生非众生，云何如来随其时、随其命、随其身、随其行、随其解、随其言论、随其心要、随其方便、随其思维、随其观察，于如是诸众生中，为现其身教化调伏。到这里是一段啊，这是文殊菩萨所问的。前面呢，跟诸位介绍到啊，云何如来随其时。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随其时啊，是随根生熟时。说如是时中呢，看如是化啊，又此句为总，这就是总说。所以十界因缘，这个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掌握到啊，恰到好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句意思包括的非常的深广。清凉大师给我们提示这个根生熟啊，这一句说得好。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里头包括了他的程度、他的兴趣啊，他能不能接受，他能接受多少啊，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才能欢喜接受，都在这一条里头。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社会大多数众生的对佛法有很深的误会。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些误会不能怪他啊，要怪我们自己啊，我们没有学得好，没有做好啊，也没有啊这个机缘向别人好好的介绍啊，所以既非尘世啊，啊才有这样啊严重的误会啊，这个损失不是佛法啊，这个损失是众生啊，一切众生闻不到佛法了，就是没有觉悟的机会啊！佛法是帮助人觉悟啊，帮助人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唯有明了，你才能控制，你才能掌握啊，你才能在
任何环境当中，啊，无论是物质环境啊，是人事环境，你都能过最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你能够啊不断提升你自己的灵性，啊，你的智慧，你的德行。啊，那用世间话来说呢，包括你的功，包括你的事业，啊，你的功德事业，这么好的教学，啊，往往在我们面前当面错过。这是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啊。那么我这一生，这少数人算是相当幸运，啊，这个经教里面常讲啊，这一生当中能遇到佛法，关键呢是善知识，啊，遇不到真善知识，当面错过啊！啊，我记得我是在26岁的时候遇到方东美先生啊，跟他学哲学。啊，他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呢，居然是佛经哲学。啊，我从这里入门了，才知道佛教经典里面有世间的最高深、最圆满的哲学。啊，方老师告诉我，学佛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听了啊，非常欢喜啊！啊，从此以后啊，这个对佛法才生尊重之心。啊，到寺庙里面，不知道拜佛，啊，会对佛像行3鞠躬礼。啊，在寺庙里的找经书看，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再入门呢，啊，缘分说的是稀有难逢，啊，我这个接触大概1个多月，啊，时间不长，1个多月了。就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啊，认识张家大师。啊，方先生是学哲学的，张家大师呢是佛门的大德。啊，这是专修专弘的。啊，有这么一个人指导，很不容易。那么我跟大师3年，这个佛学修学的基础就在这3年当中啊奠定了。那么而且老师呢也给我选择这个行业，啊，我从小就懂得尊师重道，对老师信任，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老师教我做的，我一定依教奉行。啊，那么这么多年来，26岁到今年54年了。啊，我感谢这2位老师。他们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人生
最高的享受啊！啊，那你要问我，这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呢？我可以用《论语》学而第一句话答复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又蓬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夫子这两句话了，我亲证了。啊，这一生当中啊，亲身证得。啊，他这两句话的意思，我完全明白。所以应，这就是佛门的常讲，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当说什么法，就跟他说什么法。啊，诸佛菩萨没有一定的身相，随类化身啊，没有一定的法门，因机施教，活泼啊，这是佛法。那今天我们再看第二句：随其命。清凉大师给我们在注解里面讲：随其寿命，修短而化。这个文字刚才答的是啊，随和寿命时等啊，下九为别，这个是扩判的交代啊。我们要看下面啊，它是各有二义啊。随其寿命啊，修短而化。这个修是长啊，一切众生呢，寿命不相同啊，有人长寿。有人短命，哦，这个教化众生要懂得。啊，我过去在李老师麾下，这是时间最长的，我跟他老人家十年。啊，那个时候我只有32岁，李老师70岁了。他对身边的学生观察得很清楚，有一些同学命相很薄啊，这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短命相啊，命相很薄，人很善良啊。老师劝这些人发心呢，学讲经。当时我也是其中之一，这老师看得很清楚啊。啊，老师告诉我，啊，有没有告诉别人我不知道，他告诉我，讲经呢，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呀，最有效果。啊，你命里没有福吗？啊，不但贫穷下贱呢，啊，而且短命。啊，老师说这些话，我能接受啊。我自己对自己很清楚啊。啊，年轻的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啊，确实是贫穷下贱，而且有短命。
过去生中没修福嘛，那以后学了佛这才知道啊，富贵是果报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施财欢喜以财物布施，供养别人，得财富的果报。啊，以法布施一切众生，得聪明智慧的果报。啊，施无畏者得长寿啊。啊，施无畏是帮助别人离开灾难，啊，得到啊这个身心安稳，这一类的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啊，那过去生中没人教，没修。啊，所以这些道理呀，明白了，清楚了，真叫是心安理得。啊，再不会怨天尤人，再不会看到别人富贵呀，生嫉妒。啊，羡慕嫉妒没有这个心了，知道什么呢？他发大财啊，这个做大官。前世修的吧，那我今天不如他，我前世没修嘛。啊，明白这个因果啊，前世虽没有修啊，我这一世修来得及啊，来世享受啊。啊，如果很积极、很认真、努力的去修啊，这一生晚年也能享受到。啊，所以以后我念《了凡四训》呢，非常得力。啊，把这个事情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懂得修因。啊，贫穷，没有财力。但是一块钱两块钱可以啊，多了没有啊，啊，可是一两块钱对我来说已经就相当多了啊，能舍啊，自己在生活上呢尽量的节俭啊，省一点钱呢不是。那从这个开始啊，真的以后就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养成呢布施的一个习惯啊，这张家大师教的啊，施财施法施无畏啊，那施无畏怎么个施法呢？第一个素食，诸位要知道素食是修无为啊，不吃众生肉啊，不杀害众生啊，啊，这个是消极的无为布施啊。那积极的无为布施呢？放生，放生是救命啊。啊，当然我们自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没有这么个财力也放生的，别人放生我们随喜啊，所以一般寺庙啊做法会的时候哎都有放生啊，那我们就随喜啊，
有个几块钱就通通拿出来啊，啊，欢欢喜喜的啊做放生。啊，无为布施里面还有呢，施药。啊，这个都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常干的。啊，两三个月，省一点钱省下来。啊，到医院里面去布施医药。啊，这个钱给那些贫穷，啊，生病贫穷啊。没有医药费的帮助他们，啊，虽然很少，啊，可是医院他收很多人布施啊，那也就能够帮助他们了，啊，所以我的这个经常收入啊，就干这么三桩事情：印经、放生、布施医药。我也没求财富，也没求聪明智慧，也没有求健康长寿，可是这三样果报啊，真的得到了。啊，而且得到的是非常显著。常常跟我在一起的同学们，你们都看到了。佛门里面呢，没有妄语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所说的全是事实真相。相信的人啊，就有福了。啊，相信的人一教奉行的，啊，真的福报。啊，所以从前老师对于寿命短命的人，一看这个学生很淡薄，啊，就劝他学讲经。啊，我这个讲经是李老师劝的，啊，当时不敢接受啊，啊，认为讲经太难了，啊，我到台中是来听经的，不是来学讲经的，啊，结果老师带我去参观他的经学班，我一看了之后啊，这信心升起来了，啊，为什么里面同学至少有一半年龄比我大，啊，有一半呢学历不如我。诸位要知道，我初中毕业，那就是说里面一半的学讲经的小学毕业，年龄最大的60岁，我那时候才31、32岁啊，得到很大的鼓励。我看看他们这些人都在那里很认真努力学习，我也可以试试看了，啊，就参加了进修班。啊，所以这就是说，啊，这个老师看学生，这个学生短命，有短命的修法，啊，那个学生有福。长寿，老师有另外方法教他。啊，那教用什么方法呢？劝导他护法，啊，修集无量功德了，啊，他有财富吗？啊，他有能力来护持吗？啊，就好像办学校一样，有福报的人。劝他出来办学校，啊，当董事长，当校长，
啊，命很薄的人呢，劝他到学校来当学生，啊，来求学，学好了之后当教员。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啊，诸位就能体会到了，啊，随其寿命长短。那我们接触的人多了，有很多人到老年六七十岁了，这才遇到佛法，这个时候叫他什么呢？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年岁不大，三四十岁闻到佛法，哎，可以多多听经。在这个半个世纪，我们也走了许许多多地方啊，细心观察，佛法在全世界弘扬，不能叫人满意啊。啊，呈现的呢是个衰相，没有看到兴旺的这个气象。啊，也就是说，无论在家出家了，学佛功夫不得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下的功夫很深呐，用的时间很多，得不到效果。啊，那我们得找啊，毛病到底发生在哪里呀？啊，佛法的修学，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世尊教学的内容，就是戒定慧三学，你看一部大藏经就依这个分成三大类啊，略藏、经藏、论藏啊，略藏是戒学，经藏是定学，论藏是慧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啊，戒律没有了，佛就没有。啊，理没有了，儒就没有了。啊，我们今天细心观察，学儒的几个人守礼，学佛的几个人持戒，在家同修十善做不到，出家同修三规五戒沙弥略仪做不到，啊，其他的都不必说了。这怎么救法？啊，那我们就想到，从前的人为什么能做到？啊，现在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冷静地去思维，细心去观察，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我们从小没有学过圣贤教诲。而中国五千年来啊，识字不识字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没有中断啊，这个民族还能够存在这个世界啊，道理在此地啊。啊，古圣先贤教我们的什么呢？
简单讲就是道德，人只要受过道德的教育，不认识字没关系，受过道德教育，守礼持戒很容易啊！啊，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法吗？这有什么稀奇呢？啊，从小他就有这个认知，他就养成习惯。啊，所以学儒学佛都有成就啊。啊，那什么是道？五伦是道啊。啊，什么是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德。啊，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贫富贵贱，哪一家不教小孩呢？从小教，啊，教孝，孝亲尊师。啊，不认识字也知道孝亲，也知道尊师。啊，所以守礼、持戒。很平常啊，那我们从小没受过这个教育啊，这个脱节了，养成不良的习惯，所以对于守礼持戒感觉到非常困难啊，跟我们日常生活这个相完全相抵触吗？啊，现在提倡的是民主、自由、开放。啊，要提到礼，提到持戒，这都是这过去了，专制时代的。现在是什么时代？怎么还讲这些东西啊？这是现代人的看法啊，所以圣教啊，眼看着毁灭啊，走向末日了。这就是我们学儒学佛为什么功夫不得了，原因在这里。啊，那现在我们要救，就要从根本救啊，从根救起啊，啊，这个根就是道德，啊，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十一、五常、八德。要细讲，要落实啊！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对这桩事情特别强调啊。从哪里下手呢？从《弟子规》下手啊，从《弟子规》，从《三字经》啊，佛法里面呢，从净业三福，从十善业道，从阿难问世佛偈胸经，啊，从三规五戒沙弥律仪，不多啊。啊，如果认真努力的学。两年
可以把这个根扎得很稳。啊，两年呢，这个根就活了。现在这个根快要死了。啊，我们用这几门功课把这个根救活。然后无论学佛也好，学儒也好，学道也好，肯定有大成就。啊，为什么？你有根啊。啊，这就是有一些同学问我，为什么重视，这么样重视，啊，这个课程，这个人根，就根。啊，根之根，就是弟子规。啊，如果真的有弟子规的根，净业三福、三规五戒、十善业道、沙弥律仪，很容易做到。啊，你修学一点都不困难，你的成就决定可以赶得上过去的祖师大德。你要不在这上扎根呢，难了。你一生所做，从前李老师所讲的了，佛学不是学佛，啊，佛学可以在世间拿到名利，啊，现在所以说拿几十个佛学博士，与了生死毫不相干。啊，那是知识，不是学问。不是德行啊。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认识清楚。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啊是无论是在家出家了啊，你是发心弘扬佛法，发心啊要利益众生，你一定要懂得这个时节因缘啊，你跟人家往来啊，他这个年龄啊，是老年是中年啊还是少年，你要看应机说法啊。这个里面还有他正是在走运的时候啊，非常得意的时候，你怎么样教他？他这个时候在失败失意的时候，啊，非常消沉，非常痛苦，你又用什么方法帮他？好的方法没有一定呢。啊，总而言之呢，要帮助别人呢，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啊，即使这个人过去曾经对我不好，啊，甚至于很伤害过我，他今天遇到苦难了，要不要帮助他？要啊。啊，不能说，哎呀，过去这个人害我，现在他这个好运走完了，啊，那正是幸灾乐祸了，那你不是个佛弟子。啊，不但不是佛，儒你也做不到啊。儒有恻隐之心呐，我们今天讲有同情心啊。啊，遇到这个人在困难的时候，
当然他过去有一些对不起我的地方，他不好意思开口求我帮助他，我们要明了他有困难，我们要主动去帮助他，还要人来开口说吗？啊，人家开口说那我们就错了，啊，除非是不知道，啊，知道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去帮助人。经教里就佛常说，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呐。要记住啊，成就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他是个恶人，今天遭难，我们不要是这个考虑他是善是恶，他有灾难，立刻就要救他。救难要紧啊！下面有个更深的意思，又以无命者法而教化之，这一条重要啊。前面所说的种种帮助是一时的，是现前的，这一条则是永久的啊。那用什么方法最好呢？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个给我们示现的太好了啊！那我们要观机，他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他。这个才是永久的离苦得乐啊！不再搞六道轮回。教化甚深这个十句，每一句都有这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现前，一个是永恒的啊，着重在永恒呐。啊，所以一定要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实现众生，他羡慕果报，所以佛教化众生呢，先是把果报实现给你看，然后再跟你讲这个果报是什么因修的啊，你就相信了，你就会起而效法啊，帮助众生的目的目的啊就能达到啊，一定要让他觉悟，起而效之啊！你比如财富，我们要展示出来给你看啊！啊，真有啊！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啊，那么同时，这是做很好的实现，这个实现。
我在年轻的时候，40岁之前，物质生活非常艰难。在那个时最艰难的时候，遇到韩馆长我住在他家里啊，不是短时间的，住了17年了住了17年，我才有个小道场，华藏图书馆那是大家供养。才有这么个小地方很小大楼里面的一层一层大概1/10的样子我们最初买的这个地方，台湾这是讲50平的50平多少呢？要用现在一般讲的话，200个平方米。4个平方米是一平，200个平方米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做这个华藏佛教图书馆图书馆刚刚成立美国有个同学送给我们一个摄影机录像。这是那个时候他想请我到美国去讲经，没办法去他说法师，那你讲经的录像带可不可以给我们？我说这可以，但是我们有设备那么他就送了一套设备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图书馆就加上个视听图书馆不大是个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生活很艰难很苦可是这个布施无论是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个我懂得明白我从26岁学佛就很认真地干，我也不求任何果报我说应该要这么做吗40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场地他还是40多才有这个场地小地方我记得我有这个图书馆那一年呢，正好是我讲经弘法20周年这个能算得出来了我是33岁出来讲经53有图书馆是5340岁的那一年呢，就住在韩馆长家里到哪里去讲经呢？这个我就非常感谢他了，他替我借地方租地方替我找听众他的朋友邀集来听听众不多10几个人20几个人没有一定的场所，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像打游击一样53岁的时候才有图书馆以后慢慢的就是谚语所说的时来运转了这个果报三种布施的果报慢慢的现前了
啊，45岁那一年寿命到了，我没有求寿命。啊，那一年灵源老和尚啊邀请我在下安居当中啊讲楞严经。我记得我讲到第三卷生病了，得到重感冒啊，心里面一想呢，寿命到啊，所以我也不看，也不看病，也不吃药啊。为什么呢？医生只能医病啊，不能医命啊。啊，心也很定。啊，韩馆长每一天给我做三餐呢稀饭，吃一点咸菜，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过了一个月之后啊病好了啊，好了嘛继续讲经啊。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台大跟师大有4个同学啊，在我生病那一段时间，大概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呢，他们常常来照顾我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随其命啊，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啊，就是无命这法啊，怎么样能够超越寿命啊？大乘佛法里头有啊。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非常透彻，你真正其如，才晓得身有生灭，性没有生灭啊，灵性是自己，身不是自己。那么现在科学里面讲能量，能量是自己不生不灭啊，这个身有坏的时候，我们的能量没有坏。师尊在楞严经里面对波斯匿王那番谈话说得很明白啊，佛举这个见性啊，我们眼能见这个能量啊，说明身有生灭了，见性不生不灭啊，闻性不生不灭，六根的根性呢是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生灭是假的啊。波斯王听懂了，非常欢喜啊。那个时候波斯匿王62岁，这我们也想啊，有这么大的寿命呢，应该要叫他了生死，超三界的修行方法，那这个才真正对得起他啊。所以生灭跟不生灭了要讲清楚，要叫他真正能体会到生灭不必重视，不生灭的我们要特别重视啊。能量德行啊，这个佛家常讲带得去的
这个世间荣华富贵带不去啊，无论有多少财富啊，走的时候一样带不去。所以佛讲，带得去的要重视，带不去的，哎呀，随缘就好了，有也好，没有也好，啊，不要去计较这个，要计较带得去的。啊，记住，佛法常讲，万般将不去，唯有一业随身呐。啊，至少啊，你要懂得带善业，当然最好的是敬业。佛菩萨教我们，我们要修敬业，修善业，决定不能修恶业，恶业就错了。现在时间到了。